你们想不想要线索？想啊，给我们。这要你们自己发挥才行。自己发挥。我不是都讲完笑话，我失败了吗？姐也表现完了，反正就我们四个一人一番。那这个土豆呢？土豆。就健哥长那样子，真的还蛮好笑。对呀、啊，其实我好几次我都憋不住，然后搞笑天赋也是一流。那猕猴桃都不是土豆，土豆什么土豆？什么叫土豆啊？他叫你土豆，你就是土豆。对，我就土豆。我往你一块一站多好，咱俩一个南瓜一土豆多好。这样你背着我，你唱一首我就笑，好不好？背着我，你唱一首我就笑，好不好？背着我，你唱一首我就笑，好不好？我土豆好，土豆好，我抱着你怎么样？你何必要难为自己呢？土豆马上要变成土豆饼吗？关他的衣服能有二十斤？哎呦，我起来以后我眼睛都花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还得背一下。好吧。我不行，我这不起不来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起不来我。我要这铁棒有火用，我要这变化又如何？算了算了，我为了我的命我也笑了。行了，美人笑我的线索给你吧，谢谢。肖剑和曲颖获得线索蝴蝶谷，立马前往任务地点寻找线索拼图。